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刘同牧师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在这里看见一个长大成人的记号是什么呢？首先是能够分辨好歹。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分辨能力的，当一个孩子小的时候，你给他十块钱的一个钞票以及一个 Hello Kitty 的小贴纸，请他选择的话，他一定会选择那 Hello Kitty， 因为他觉得那个比较好。我们看见小孩子并没有分辨的能力。死海古卷是由一个牧羊童在偶然的机会里面在山洞里找到的，当他把这个死海古卷卖给当时的旧货摊的时候，只有10个舍克勒就卖出去了。可是后来当这个旧货摊的人一转手，就卖了美金75万。我常在想，不知道如果那个牧羊童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会作何感想呢？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如此，不是吗？明明我们拥有宝贝，可是呢，我们却不懂得分辨，以至于反而我们自己享受不到神的恩典。我常常看见今天基督徒常常忙忙碌碌寻求那世界的享受，世界的东西，但却不懂得回到神的话语来寻找神的宝贝。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分辨什么是存到永恒，什么是暂时，好让我们的心就来寻求在神里面一切的丰富以及应许。其次，一个长大成人的记号也是能够遵行神的话语。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不是听了就算，今天很多人来读神的话语，好像只是把神的话语当作一个参考资料，就好像以前在台北这个交通讯号一样，很多人觉得那只是参考一下，不需要当真。很多人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，我们只是把神的话当作参考，我们从来不去遵行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还是不能够成长。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有两个好同学，他们成绩都非常的好，可是这两个好同学呢，彼此的相处却很困难，他们常常为了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。我常常在想，这样的读神学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我们看见甚至读完了神学又是如何呢？因为我们真实的生命并没有任何改变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学习长大成人，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你的灵命里面，你是在婴孩的阶段呢，还是在长大成人的阶段呢？求神让我们来看重神的话语，每一天来读神的话语。虽然很多时候灵修祷告好像是个老生常谈，但不可否认的，在属灵的道路上是没有捷径的。如果你不透过神的话语，不透过祷告的话，我们的灵命就不可能真实的成长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神的话不只是挂在口边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讲一大堆属灵的大道理，可在生活里面却反映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求神怜悯我们。若是我们仍然停留在婴孩的光景里面，让我们今天就立志要长大成人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叫我们成长的主。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来，当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软弱光景的时候，主，今天你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愿意遵行你话语的灵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断的成长，讨你的喜悦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